是一次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盛会，这是一首抒发军民鱼水深情的动人乐章。激情九月，红星医院为您倾情奉献，走进双拥模范城四川大邑大型文艺晚会，让我们一同在精彩的节目中感受西蜀儿女的无限豪情。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四川成都大邑，为您带来红星医院星耀大邑及中国成都第二届森林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的大型文艺晚会。我是中央电视台红星医院的节目主持人苗博，大家好。我是红星医院的节目主持人王静，我也是四川人。父老乡亲们，你们好！看到你们好亲切哟，今天那么热闹，真的是跟过年一样，是不是？哇，富有乐感的乡音乡情马上拉近了我们与大家的距离。那本次旅游节呢，是由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四川省林业厅、四川省旅游局、成都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建设现代林业、发展生态旅游、弘扬森林文化为主题，倡导我们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共融的一次绿色盛会。嗯，一直以来呢，我们的大邑具有着山川灵秀的美誉，远在汉代，这里的名山大川就已经载入了史册。因为此地的海拔是从5300多米到470多米，造就了境内的资源丰富，特别是旅游资源。在这里有雪峰、险山、湖泊、飞海，还有我们的庄园、文博、古刹等等，一应俱全。王静说得好，我相信呢，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们都特别的了解。正是因为这样优美的自然景观，千百年来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在此驻足。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才子司马相如、诗圣杜甫，还有大诗人陆游等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千古名篇啊。那今天我们来到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一起来呼吸这里的空气，感受这里的阳光，更要来欣赏一组组动听优美的歌曲。下面我就请出著名的青年歌手严当当为大家演唱《高兴就唱》，掌声欢迎。谢谢，感受到你们的快乐了。
的世上，热情的掌声响起来，有请来自香港的著名歌手陈慧琳。大地的朋友你们好吗？各位朋友你们好吗？
野火，几身秋毫扛。我脱脱一副面孔，人拉拉一丝珍藏。Thank you.
2008年的大地震对于我们四川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痛苦回忆，尤其是对于这里的孩子们来说，更是一次噩梦般的记忆。当灾难发生的那一瞬间，我们当地的老师在第一时间成为了孩子们的保护神。那在2年多来的灾后重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四川人民坚强的身影。现在呀，在大邑校园的环境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教育信息化、内涵发展、校园文化等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呢，通过感恩教育、均衡城乡的教育发展，这里的教育行风也是得到明显改善。是的，今天呢，我们来到大邑，看到的是一座崭新的城市，更是一座富有活力的城市。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住房、道路、医疗卫生设施和旅游资源呢，已经全部得到了恢复。可以这么说，现在的大邑呢，不仅是安全的，更是美丽的，它也正朝着国际化的旅游城市迈进。就让我们一起逐渐放下那些沉痛的回忆，一起迎接幸福的新生活吧。有请大邑教师合唱团为我们带来这首《感恩的心》。
给我碧蓝星波，心中一个我最亲爱的中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远给我碧蓝星波。我们的祖国是遭受了很多的灾害，青海的玉树大地震，还有甘肃的泥石流灾害，吉林的洪水侵袭，都严重的危及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又幸运的是，每当这个时候，总是有一群人奋力抗战在第一线，为我们竖起了生命的绿色屏障，他们就是人民子弟兵。是的，特别是在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的子弟兵与当地百姓可以说演绎了一幕幕感人肺腑的雨水深情。军地双方呢也是积极推动双拥工作，我们大邑县呢也是先后荣获了全国双拥模范县和四川省双拥模范县的荣誉称号。这里呢被我们子弟兵亲切地称为是成都平原的拥军磁场啊。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驻大邑某部队的政委夏尊超，政委有请。首先我们代表我们红溪医院栏目组，还有我们所有大邑的百姓们，向您领导的英雄的部队致以敬意。那今天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我们抗震当中以及我们部队常驻扎在我们大邑的一个双拥情况。生活在大邑这片热土，与大邑人民朝夕相处，携手并肩，共同生活了五十个春秋，与大邑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大邑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五十万人民对我部官兵深切厚爱。借此机会，我衷心的代表78008部队和大邑驻军，向大邑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和大邑人民一道，共同奋斗，为建设美好大邑而努力奋斗。地震无情，人有情。无论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无论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这里，向我们所有的战友们说一声，大家辛苦了。其实呢，在这场灾难当中，我们要感激的不仅仅是人民子弟兵。当灾后重建工作开展之后，内蒙古自治区是主动的提出了援建大邑，并且拨出了捐款是3亿多元人民币。目前呢，大部分的援建项目已经相继的顺利完成了，我们大邑的百姓又住进了新房子，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对吗？在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祝愿我们大邑的父老乡亲们健康快乐。在那深深深深的大山湾，有个小小小小的兵之家，一个士兵，一个妻子，还有一个3岁的娃。士兵的忠诚化作山崖，妻子是开在烟风里的花，孩子才会生活一朵朵，装点心中小小的家。
情的掌声欢迎萧亚轩。Yeah.
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汇集了来自两岸三地的明星艺术家，真的是一个让人激动的夜晚。我知道呢，我们所有的艺术家啊，都是听说了大邑是一个在开发旅游资源，同时也是在保护生态环境上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个地方，所以都接受了主办方的邀请，来到了这样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土地上，一起来倡导环保。没错，这里有我们成都平原非常著名的温泉疗养圣地花水湾，还有西南地区最大的滑雪场西岭雪山滑雪场，还有道教的这个发源地鹤鸣山，佛教的传播地雾中山，另外呢还有闻名全国的博物馆小镇。那说到这个博物馆小镇啊，我觉得我们两位主持人有必要向全国的电视观众简单的做一个介绍。我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小镇呢，叫安仁镇。我们大家熟知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刘氏庄园博物馆就在这个小镇上，在那里是有保存完好的庄园建筑群，遗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有着上千件的文物和近万件的展品，可以说是近代四川地主庄园中的一个典型，也是认识和研究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军阀以及民俗等方面的一个重要场所。没错，那说到这个博物馆小镇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博物馆就是剑川博物馆聚落。为什么叫博物馆聚落呢？因为他们占地500亩，以这个抗战、民俗、红色年代和地震为主题，有15座博物馆之多呀。我听说了，在那里存放着800多万件文物，而且其中的91件呢，都是国家一级文物。是的。现在已经开放了中流砥柱馆、飞虎骑兵馆、正面战场馆等等，还有中国壮士的群雕广场、抗战老兵的手印广场，以及红色系列的陈列馆，这些啊都是我们后人对我们抗战年代的一份庄严的纪念。那下面呢，我们请出张信哲。大家好吗？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一定都会唱哈，跟我一起唱好吗 ？OK， 后面的朋友，台上的朋友，大声一起唱好不好？好，一起来哦。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
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Yeah, yeah, 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著名歌手孙楠。讲好声不怕丑，闭紧脸中也无妨。时间带我们往前飞，人生好像命运转盘，梦想会被我们点亮，看见满天星光。时光
时光带我们往前飞，人生好像命运转盘，梦想会被我们点亮，看见满天星光。如果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这个声响被嘹亮，我才能找得到勇敢迎向下个挑战。如果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梦在那天要用力闯，快乐时光虽然短暂，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舞台就是我的天堂，因为有你们在身旁伴着我每一次飞翔。如果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这歌声将被嘹亮，我才能找得到勇敢迎向下个挑战。只要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梦在那天要用力闯，快乐时光虽然短暂，可是我终于大义地处其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星艺苑星耀大义大型文艺晚会到此结束。亲爱的朋友们，战友们，再见。再见。歌声赞美和谐生活，用激情祝福祖国昌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周年之际，红星艺苑为您倾情奉送11特辑《盛世中华》，让华夏儿女唱响祝福祖国的和谐乐章。